我是 悠然，我叫资源，也不叫 U 盘。这次那位小伙伴让我挑战一下100块冰块，意思就是要打雪灾了。不过前面录过一次冰雕啊，这次就录一下猫被砸的画面吧。所以我还是那个被虐的猫了。首先要找三个冰桶，平时那个多冰桶，现在找了半天一个都没找到，哎，我真的是服了。那里藏了一个，运回去行，完美。一会儿粉丝们也把桶全部运过来了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堆冰块吧。还剩1分钟啊，都别踢了，开始打冰仗了哈。你耍赖呀你，你还炸我，丢。貌似动都动不了。真的一个字惨，基本上是可以无限动猫了呀，我投降投降还不赢吗？实验证明猫是可以被无限冰冻的，看来猫大国们啊又有被虐的新办法了哈。最后呢，悠然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分享转发哦，动动小手帮帮忙啦，爱你们哟。